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耿鬼，不是，我是六。优马。对，那今天呢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又来。抓娃娃。对，那优马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我的麦克风掉了。对，优马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佳佳。对，就是这个里拉库玛。这个里拉库玛，它是跟右边这一个史密格古拉西的这个商品呢是合作的、哦、你看它们的形状有点像，哎，感觉这个里拉库玛它是熊，感觉变得跟仓鼠一样，好可爱。好，镜头我们就回到这里，大家其实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呢？噔噔 ，Happy Birthday！ 我们现在摄影的时间呢是9月16号，你们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，应该是9月20号，已经是过了、哦、这个 Nico 讲的汤就不是19号，但是呢。但是 Ruby 奖 Love Live 的这个 Ruby 奖就是明天生日，对对，恭喜他们，恭喜他们，在我们后面你看好多人，好多人应该会在这里写，就是生日快乐，因为今天这里很多人在这里写生日快乐。有没有人跟他们一样的生日？对啊对啊，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去夹娃娃喽 ，Go。New TV， 夹娃娃大学毕业的，一定会。一定可以夹到的。まず横にした方がいいか。ね。じゃあ刺すね。あ、这个不行了。するべき。お、いったんじゃない？よっしゃー！三次。好厉害哟！好厉害哦！很难的。感觉就是。感觉平衡抓得很好。平衡，啊，好舒服、哦！好，哎，大家看这个位置有变了，就是刚刚我们叫店员帮我们换，就是换回这个出奇位置，因为他刚刚已经陷下去了嘛，哎，就想说不能夹了，然后呢就麻烦店员。邪魔だな、ボール。好，换六喽。普通に取るか俺。好可惜哦。只有陷入苦战。よし！我就知道夹到了，因为位置刚刚好。厉害吗？耶！
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白色的比较，白色的比较就是害羞啦，对。害羞、哦。还要花段时间跟人家接触，它才会贴近人类。对，然后褐色的这只它比较热情，300日元就跟你回家。嗯。他们的性格。我们的性格 ，Yes， 优马，我们找两只，你高兴吗？哇，很高兴。你很想要的，优马其实之前呢就看中这两只了。只是没有跟六讲，因为他可能觉得六不喜欢。嗯，对，然后今天就他就跟我讲，其实我很早就喜欢这两只，希望你可以加他们回家讲。我相信大家也。你们喜欢这两只吗？李大姑嘛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娃娃墙后面喽，非常开心得到这两个软绵绵的，你看超可爱的。耶！好高兴哦，那又马我们回家吧，今天。今日もなんだかんだ順調でした。今日もなんだかんだ順調でした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六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每天晚上9点看影片，还有这里有推荐影片的播放清单。六 TV 的 channel 登录，ぜひぜひ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